气死了啦，真是电费又贵得要命。辛苦你喽！最近我老公买了这个 Energy Easy Dryer 烘衣袋给我，因为他说啊，不想每次我只为了烘几件衣服，就动用那么一大台的机器，而且每次烘出来的衣服不是没干，就是皱巴巴的，气死人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竟然有不用看说明书我就会用的电器耶！只要把它的电源插上，接着把衣服挂进去。就像这样子，3秒钟后就开始自动加热，而且超省电，衣服烘完之后又很平整，啊，就像太阳晒过一样的温暖舒服哦，真是太棒了。喂，李太太，我是陈太太啦。我老公说那个 Energy Easy Dryer 烘衣袋在指定的门市或者是在网络上面都有在卖哦。我们赶快去买，对啊，这样就不用再当黄脸婆了啦。那省下来的钱，我们就去刷屏当贵妇好了。